反应力。我们要测看大家到这把年纪迟钝了没？好，要加油哦！我在跳啦啦队，你才要加油。我们互相努力。我帮你们，我帮你们。啊，那可以高一点。你要超过我的头啊！我超啊！我只没到了，因为他搞不好这边都接到了。啊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可以换一个人，就是放卫生纸吗？干嘛？你们说身高歧视啊？谢谢，谢谢。差蛮多的啊，真的差，真的差蛮多的。一二三。哎，飘走了，飘走了。三二一。三二一。有吗？有吗？有没有啊？有吗？有有有有有！啊，你在吃你屁股哎！你看我是一个螺旋哎！啊，所以算是有接到，有吧？哎，有接到，有接到。换你们了，你要你接还是我接？哪个都可以啊。可是我脸很贵，我没办法。那我接，那我接，那我接，这样撞击。那我接，那我接。抱歉，我光是牙齿就五十几万，不要闹了。这么贵？哎，那你做贵了耶。我就是赞助，但有五十几万。哦，我想说你做贵了。来哦，你不要撞我的脸哦。没后面。走开呀！三二一。哦呦哎呦哎呦！有哎，好了，撑住了，好了啦。哎。很强哎，可以了吧？超级反应很好哎，可以可以，一丢你就马上接了，而且这个位置选得很棒，安全气囊，好痒啊！三二一，棒！哦，可以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你们看起来感情很好哎，什么啊？哎，你刚速度算快哎，算很快啊，但我的胸口偏硬，对，好痛，我下巴。肋骨啊，肋骨的部分，我会一头栽进安全气囊。三、二、一，好暖哦！有吗？有接到吗？没有接到，没接到。三、二、一，有，有啦，有有有，这就是撞进安全气囊。有。是软的吗？来看看吴以轩的妆，天哪！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帮大家开箱北海岸现在最不能只说北海岸，全台现在最夯的水上游乐设施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现在拿了这个，我是自由女神是吗？我就问，是谁在上面？这是这两个世界。嗯，教练有在你耳边讲一些什么东西？因为我一直说我踩到了吗？踩到了吗？他说有有有，你到点了，你到点了。踩到那个是一个踩到点哦，踩到。出息！台下观众朋友。
从上面看，我们很像，我们是你的粉丝哎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是把你们当粉丝，对，我就说教练，我要跟我的粉丝 high five， 你可以帮我靠近吗？为难人，潇洒过啊，因为他不会，他不会突然往下坠，你只是上去，你只是站在一个感觉好像很高的地方，但是很安全。对，教练给你满满的安全感，因为我问教练说，教练我会摔下去吗？他说不会，我会抓紧。你看，他又在撩人，去了啦，去了。快点！啊！我踩不到，我踩不到！啊！啊！啊！好恐怖！啊！他其实敢啊，他敢，他就是很容易这样，很紧张，你很害怕这样，他其实敢，他突破他心。教练，你要选谁？你要选谁？我听到吴宇轩说好累，他有没有想过教练才最累？吴宇轩说好累，他累死了。